啊，主席、各位委员哈，还有部长、各位政府官员，各位工作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关于这个十二条第二项哈，我是做这样建议的哈，当然我不是很坚持的哈，是说这个前条哈第二项第一款第一目之一所称的这个基准财政收入列哈，按这个赋税收入扣除中央统筹分配税款及依地方税法通则征收之赋税收入或者数额哈，其中属以第九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六款所列个税哈，直辖市可不可以按这个90%计算呢？县市按60%计算，可不可以？部长，请李部长。这个跟委员报告哈，第十二条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来计算这个基准的财政需要。那基准的财政需要，当然它的税出的项目这里边列出来，人事费、办公费等等等，这些基本上是由储蓄处来统筹。但不管怎么样的统筹，它底下有一个数额，就是说如何让地方的这个财政的收入哈，它这里说就是第二项这里所讲的基准财政收入数额，是指赋税收入扣除中央统筹分配税款及地方税法通则，因为地方税法通则是地方政府自给自足的财源，所以这个扣掉的话，对它更公平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用这个90%，意思说给他更优惠呀，哦，意思是这样子。那意思就是说，他虽然收了100块，但是我只算90块来计算他的收入，那这样他差额就会大，差额会大，我补的就比较多嘛。所以我们这也是来保障地方财政的一个机制，哦，这个是第一点的说明。所以这里所讲的基准的财政需要，我们整个统筹分配税款设计的一个原则，就是收减支差额的部分由中央以统筹分配税款来分配给他，让他提高他的财政自主性。所以从这样这个规划下去之后，目前一般的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性大概只有50%-60%，经过这样这个修正之后，他大概可以到了70%-75%，对地方的财政的安定性会帮助很大。我跟这点特别做说明。部长，你现在所讲的我了解了，就是说你现在不是说你现在是从这个直辖市直辖市县市都按90%嘛，对不对？对对对对。那我假如我们提这个案的话，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就是说您说用县又不同的比率，那差距对、啊对啊、差距就很大了。基本上我们是现在就是打破以前呢、啊、直辖市一个比例，县市一个比例，乡镇一个比例，大家就会分一等国民、二等国民、三等国民嘛。现在是所有中央这个直辖市、县市、乡镇通通一个公示，这第一点保障财源，第二点不足的部分才能够自那个努力程度再给予一些优惠，这样子的话大家就一致了，就不会来争说一等国民、二等国民。但是你自己努力，就刚才讲那个15%，还有特别统筹款的不机制再来做补充。那这样对我们县市有没有什么这个？这样最公平啊！立足点的公平之外，我们还有特别统筹款以及主计处的那个补助款的机制，再做一些特别的这个鼓励的措施嘛。好，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谢谢委员。好，谢谢二位。